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，必须遵守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维护会员国的主权，不干涉会员国内政。在美西方势力操弄下，人权高专办的所谓报告与此背道而驰。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应对其 严肃问责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基于境外一些反华势力的政治图谋和压力，根据虚假信息杜撰报告，这严重违背普遍、客观、非选择性、非政治化原则。 恰恰证明，人权高专办已经沦为美西方整治广大发展中国家打手。我也想请你们深入调查人权高专办的人员构成和经费来源。美西方几个国家在全世界人口 不到10%，却占据了人权高专办80%以上的职位。你真的认为他们能够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吗？中方支持有关金融机构同私方协商，寻求妥善解决，愿同 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道，继续为斯里兰卡应对当前困难、缓解债务负担、实现可持续发展，发挥积极作用。